大家好，我是林静怡，很高兴参与静文学一同七四八活动，为爱发声。今天是2019年5月17日。1990年的今天，世界卫生组织将同性恋从国际疾病与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析分类当中删除。为了让大家知道，同志跟我们一样，有着一样的快乐，一样的悲伤，不会影响别人的生活，联合国把这一天定为国际不再恐同日。同志和我们一样，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再过几天，台湾的同志也将拥有结婚的权利。祝大家百年好合，一起踏入爱情的坟墓。